来玩这款游戏《吞食三国志》，选个蜀国吧，随便一个名字啦。双平台推出的，这个游戏是不是？我记得去年好像有出过两款，跟这款游戏的类型是很像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款呢？好啦。上阵晋升出征，绿，好，这个配音是相当简单直接有力，绿，再来，绿，我的声音盖过了系统的声音啦。招募周仓竟然是橙色品质的哦，周仓这个角色。一年比一年，怎么感觉越来越有名的样子？要打两下，可恶啊，没有 C 好啊。十天登录，这没有开红包，六个元宝。第一天，放置类型《三国志》，像素风格即将闯荡2022年的世界里，我们要去进行升级。周仓升一升，我力求秒杀敌人，好爽啊！升一升啦，随便啦，好不好？礼包马，看一下能不能用。我那时候有看到一个礼包马 ，VIP。六，我来带新邮件呢，哈哈。他给我什么东西呢？这什么？身心单，进阶单。他没有抽角色的、哦。我一直以为有抽角色的。哇！哭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球。这边可以自动挑战呢。啊，通关第35关开启。是什么月卡哦？150，还有终身卡哎，买了终身卡就亏啦。你玩得了那么久吗？不知道能不能玩两个礼拜嘞。啊，手厨送谁啊？这是谁啊？貂蝉。至少旁边多个例会嘛，这样人家可能会有氪金的欲望。挑战 BOSS，基本上一开始在玩的时候，全部都是挑战 BOSS 吧。我觉得你要先把进度打起来，一件装备，继续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都打两下，我要抓一下时机呀、啊。靠呗，结果这次要打三下，好了，没东西了，就这样子吗？我想要一个完美的体验呢，怎么办？这边有信息，信息能干嘛？好像都没有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是什么啊？护国鼎，升到破产，我明星不够了。点将台哦，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哇！41等，这完全是小品游戏啊，不觉得吗？这小品游戏耶，小品游戏就这样子了，没办法，这只能这样子而已啊、哦，有没有来一点特色啊？快点，我快结束游玩体验了、哦，我现在配音都配很准的啦。我已经掌握到财富密码了。一下就死了、欸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边有超级会员啦，美女客服一对一贴心服务，优先解决您的疑问和需求。你可以先解决我的需求吗？不是游戏的需求、哦。
不是吃饭的需求。你能满足我的需求吗？排行榜第一名44的，哇，竟然有人玩嘞！啊，这官方压力也是很大，找那种工读生代打也是很累的。哎，这边有攻略，这个应该是有改过名称嘛，是不是？点击阅读，主机玩法哦。按照干攻略，这边就有攻略可以看了啊。官方阵容推荐，要求我这个全部都是红角哎，要花多少？要花60万吗？好啦，反正上方就有攻略可以看了啊，所以是 OK 的啦。如果你是萌新，可以放心的开局，那你就别忘记有 VIP 666可以使用哦。最后再来秀一次吧。嗯，哈哈，就试玩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